瞄准标的，一脸镇静。杨坤碧在雅加达亚运射击里穿金戴银，打出风头，跟老将林怡君在不定向飞靶混合团体赛拿下中华队本届亚运的第9面奖牌。可别以为杨坤碧只是个20岁的小伙子，他一番超 man 宣言，可是让37岁的怡君姐心花怒放。其实今天比赛，其实对我来讲，今天打起来非常开心。有回到以前那种开心的感觉，快乐的感觉，因为这小子说我不用害怕，他给我靠，这样子。对，预赛的成绩是还蛮可以接受，对，但是刚刚决赛有算是紧张，对。决赛夺银虽然有些可惜，但杨林佩在资格赛打破世界纪录的神射表现完全让人惊艳。不过到底是几发破纪录，这两位当事人居然都是母萨萨。我自己真的也不知道，因为就很投入嘛。对啊对啊，三盘打下来146。对，应该啦，我们也不是，因为你投入在比赛，你不会自己去算分。对对 对, 对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打几分。对，我觉得很棒。对，感谢自己，感谢学姐，感谢所有的支持人。好啦，这或许就是全神贯注的最佳表现。为大家公布正解，杨坤碧和林怡君资格赛是以146发打破世界纪录。姐弟俩受访时一搭一唱的好默契，期待还有再合作的机会，击出好成绩。亚运联合采访团雅加达采访报道。